随着这个退水呀，一个一个的野担子都出来了。今天找了一个比上次钓了个大鲢鳙更深的一个野担子，说不定有比上次还要大的鲢鳙，所以今天目标能钓到30斤的鲢鳙。刚才测了一下，这里水深有5米多，所以这里应该是一个钓鲢鳙的好地方。继续这个金板鲢鳙单开，耳水比大概是 0.7-0.8 的水啊，水加好了以后，把这一搅了以后，你就不能动，放个4-5分钟，这个季节不能动。你如果一边加水一边动，一边加水一边动，它那个吸水就吸得不太好，最后它的雾化就不均匀。这水吸好了，你再把它拿着这样一爬，你看到没有，这个时候明显就像棉花一样，这就证明饵开得蛮好。这我希望今天能钓一个30斤不说，钓个25斤以上的。由于这个目标起的挺大，想钓20斤以上的鲢鳙，所以线组用的很大。现在6配4的线组，现在手上捏个3-4下，然后把钩子搭进去，往上一拉上钩，然后再捏2下就可以了。捏2下就上去，它一般就是20秒左右就雾化完了。这有小动作，这么窝子有鱼啊，这它就不是一口下去，再钓深一点。来了，这么大劲。10几斤估计是有了。2个钩啊。好大，这个好大。这个一个钩下巴，一个钩上嘴唇。放了，调整了2次，水越钓越深，现在已经钓到了3米多深了，终于来口了。没有任何的前奏啊，这条鱼直接一下子棒，4目5目下去了。锚住一个，鱼在上面呢，好小，这离目标鱼大小相差10倍，感觉钓深了一点，在很小的动作，然后在半空锚的一条鱼，所以我现在要把它钓浅一点看看。差点拉直了！现在幸亏70，这得多大劲呢、我的天！快，先把它炒起来再说。这冷的天上这么高，这么大的白鲢，你说多大劲？最多10斤，我要的是20-30斤的。这个冬天呢，
没想到鱼上的这么高，这现在已经钓的不到2米深了，它鱼还在上面。哎，这个可以吧？哎呀，哇，稳住，稳住，哎呀，稳住啊！哎，不是我想要的20斤呐，劲大的很，来的是鲢子。是的，我要钓胖头啊！哇、哦，好大劲，打巧了！哎呀，拖了一个啊！可惜不是我想要的，超级大胖头啊！哎呀，这么大的鲢子，来了一群鲢子。由于这个鱼啊进窝子了，但是呢不好好吃，所以我就加点铅皮。然后把饵上小一点，因为天冷了它开口不大。有口有口。我再看你是几大的。哎呀呀，哎呀，不大，我看有点大。他是没发力。哎呀！哇，孩子要先，哇，哎呀，哇，这皮肤简直是，哎呀，这是刚贴了面膜的，这皮肤，哇，报复心严重啊！这个马上12月份了，武汉真正的冬季已经来临了，过2天又要降温，难得今天有个好天气。我想再来尝试一下这个季节能不能钓到大鲢鳙。这个季节钓鲢鳙还是这个金板斧的鲢鳙少开一点，加一点虾粉效果肯定会好一些，水比夏天的时候稍微多一点点，因为这个季节饵要上的软一些。这个天钓鱼呢，钩线我就用的小一些，用的5+3五号青冠龙。别人可能会想着，哇，你5+3还小，是小了一下。我夏天都用的是6+4、7+5啊，因为我的目标鱼大。另外，由于这个饵料上的比较软，所以杆子用的是浪尖4。浪尖4抛杆它就可以柔抛，就轻轻的一揉就出去了。要是软一点的杆子，你就不适合柔抛，你抛的时候它中间一弹，这个饵料就掉了。所以这杆子硬，特别适合柔抛。哎呀，这么好一口没打中，吃口好小，所以我就把这个饵再撒一点点水，把它再搞软一点，软一点，粘一点，上到上面去，它会动作要吃的好一些。这个又软又舒服啊，他肯定爱吃。
来了。哎呀呀呀！好大劲呢、啊！鱼不大劲的。这么硬的杆子来，正口啊，吃的上口。哎呀，这个咸，鱼不大，这只有六七斤，净的，放了啊。哎呀，走走走，这冬天钓这个鱼啊，刚开始饵料要干散一点，把鱼诱过来，一看到有信号以后，马上就要把饵料搓的软黏。一只饵料不是软黏，它的动作就很小；饵料一软黏，它的动作就很大。你刚开始捏个软黏的话，它诱鱼不行，一定要等有信号以后再改成软黏。你来一料，我说这一杆它要吃吧。哎呀，劲大得很呐、啊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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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正口子，下口就会吃的。可惜呀、啊！哎呀呀，金黄金黄的这一条，哎呀呀，抓不住啊，太滑了，我不想照相，太小了，直接放。哎呀，现在把它调深一点啊，钓小的没意义啊，已经钓了好几条了，现在就是想来一个销魂大顿口，一下子上了一个20斤的。你说钓个20斤的鲢鳙，那感觉肯定爽。可不可以照相这一条？哎呀，哎呀，劲大得很！哎，可以啊。哎呀呀呀！哎呀！哇！好大劲呐、啊！下来。哎，完成完成，这皮毛真是好啊，这么好看的皮肤。好，放了啊，放了放了放了。哎呀，走走走走走，乖乖乖，来来鼓个泡。